但你三这里哦，这里请打十颗星。哦，打十颗星。题目说呢，请问你一加 x 加上一加 x 的二次方加点点点加到一加 x 的十次方，他说请问你展开之后 x 六次方的系数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题目呢，我先说一下，这个题目呢，你就是真的要把这个总和把它加起来。那先问你怎么加啊？你观察一下这个式子里面呢、啊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其实是一个等比级数。好，那请问你等比级数公式怎么算 ？S S N 还记得吗？是不是 r 减一分之 a 一 r 的 n 次方减一？有学过吗？有忘了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把回想起来就可以了。如果万一忘记的话，等一下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好，为什么它的话，好，为什么是公式这个？你把它记下来。好，在这里给你看。好，那这公式你有的话，假设你已经背起来了，好，或者已经想起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告诉我，上这式子里面的首项是多少 ？A 一，是不是就是一加 x？ 公比嘞，也是一加 x， 因为这里是一加 x， 一加 x 是二次方、三次方、四次方嘛，所以公比也是一加 x，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的总和是多少？总和，那个 Sn， 代公式 r 不是在一加 x 吗？那就是一加 x 减掉一。对，分之来 a 多少 a 就是一加 x， 然后呢，来 r 的 n 次方 r 是多少 ？r 就是一加 x， 然后几次方？一总共有十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十次方，然后呢再减掉一，好，然后重新整理一下，变多少 ？x， 对不对？分母是 x 吧，然后你把一加 x 乘进去，就变成了。一加 x 的十一次方减掉一加 x， 这样可以了哦。你至少要努力做到这一步哦，要不然后面就做不下去哦。你至少先做到这一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看重点啦、啊，因为题目是要找x 六次方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猜哪个地方是我的关键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是越复杂是 越是我的关键，这里最复杂。因为这才是我要的结果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要找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找几次方，知道？不是找六次方哦，我要找七次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上面的 x 六次方会被下面的 x 除，就变成 x 六次方。啊，这个呢，其实你不用管它，因为这个怎么弄都不会出现六次方，只有前面这个地方，这个一加 x 一次方才有能力出现 x 七次方嘛。然后七次方被那个 x 再除相除就变成 x 六次方，所以我要找是找反而是找这个一加 x 十一次方里面的那个 x 七次方的部分，这样会了哈。那请问你 x 七次方项的系数多少？是不是 c 十一取多少？但是取七嘛，对不对？取七不是取老虎啦，取七是这个七。对，然后呢，一的几次方？一的四次方，然后 x 的几次方 ？x 的七次方嘛，因为这一加 x 还蛮好用的，就不用太复杂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就等于这个就都不用做，只要找 c 十一取七就可以。c 十一取七多少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解答可以看。c 十一取四阶除以七阶，那就是十一十九八，对不对？然后除以四三二，四跟二约跟八。这个约分变成330吧，好，所以变成330，然后呢 ，x 的七次方，所以他问这个系数的答案就是这个330，这样子，会了哈 ，OK， 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